中方再次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，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，停止在虚化、掏空、歪曲一个中国原则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，以免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进一步损害。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，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。美国少数政客与台独分裂势力沆瀣一气，妄图挑战一个中国原则，不自量力，注定失败。